我们跟布吉纳华索断交啊！时代力量出来开记者会说没关系，我们邦交罗比他少是哦，但是我们的缅甸罗比他多，缅甸国多数都是马英九时代弄的、啊，这众所皆知啊。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些割稻尾的人，他们对自己人很好。我刚刚苏慧讲，吴英良，哎，年薪250万还两百万的特别位，然后还吃排斥。 我也不排斥排斥。上，跟我一起来打圈。